近日，女星张钧甯就晒出与台湾歌手孟庭苇的合照，并配文写道：“不多说，我追星成功了。”照片中，两人神奇的一黑一白出镜，其中张钧甯脸上的笑容更是在看到偶像的那刻就没下来过，看来是真的兴奋。连粉丝们也调侃张钧甯整个眼睛都在闪闪发光。从晒出的合照中可以看到，两人除了和比爱心，还亲密相拥，看上去就好似姐妹一般。孟庭苇作为出道许久的歌坛前辈，也是真的谦虚且没架子，给人一种很浓的亲切感。此次相见，他还亲自准备了新单曲 CD 赠送给张钧甯。这么考虑周到的女神，难怪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依然还被大家深深记得。虽然孟庭苇今年51岁了，但状态还是不错的，肌肤细腻白皙，保养得非常不错，整个人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要年轻10岁以上，尤其身形更是没走样，不看脸的话还以为是一位妙龄少女。说起孟庭苇，相信不少网友并不陌生。